各位大家好，圣诞节的礼物，今天来领取25号的礼物吧。那黄金礼物先来，我们一样按照顺序来领。77 Sexton， 那第一张77的，来第二个黄金礼物，煤炭 ，OK， 煤炭。给一个真的太少了。现在来看合成的话，发现煤炭真的给一个太少了。煤炭，好，马上给了第二个，再来最后一个黄金礼物，传奇球员代币，红色的，好，金礼物来喽，来看一下我们的金礼物。OK， 教练，精英教练，普通啦，中上还可以。最后一包精英礼物啦，86的 Irving， 之前是不是有抽过啊？一模一样的。好，那再来领一下这个圣诞节活动的第25号、第25格啦，就是有这些，今天大放松。有这么多可以领，那终极拐杖糖，这个就一根拐杖嘛，再来拼一点运气的啦。黄金拐杖糖组合卡包，看一下有什么，好，77的而已。然后那再来领个运气的，高低起伏嘛，来。77，好，77，防守的，来，77，好，又是77，好啦，神射手的，77，果然跟我猜的一样，77，77，77，再一个组合的礼物，这个应该是27号的精英礼物。高级组合卡包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获得好一点的。83 Carter Harris， 80 Redick， 好像不怎么样呢，还好嘞。好啦，哦，再来今天圣诞节的这个啊、哦，打这个比赛呢，免费的就有，来看一下。87 Ingram， 可惜我不缺啊。等一下，有 bug 啊？怎么还剩一张嘞？怎么还剩一张收藏品？喜欢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和分享哦！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